新加坡老人会举办中央敬老的活动，在一号的中岛公爹后安宫的香客大楼办要上百地的，宴请老人会会员吃好料。主办单位嘛准备精彩表演，丰富的毛彩品，活动是真精彩。新加坡老人会为了庆祝即将来到的中央节。在一号中道伫福安宫的香客大楼办桌，宴请老人会会员做会过节。今仔是咱新港老人会吼，一年一度的敬老活动啦吼。啊，今仔咱办95桌啦吼，啊，是场地场所上话无法度，啊无正侪乡亲过来报幕啦。啊，今仔咱彩迄个木材品嘛正丰富啦，有32台脚踏车，搁50台平底锅。50台平底锅啦，这个表演团体哦，有咱老人会歌手班来表演，搁咱日语的吴老师的迄个日本和服哦来表演啦，哦，啊，今仔咱老人会统统有奖啦，一人一罐3kg的迄个花花油啦，哦，啊，老人会即摆安有通安办家呢哦，嘛大家咱李总干事哦，真辛苦，啊，真感谢伊啦，感谢伊安为咱老人会付出。长辈摕到通知单，带着志工找到家己的位。老人会举办敬老活动，一年比一年搁较盛大，非常受到会员的欢迎。今年桌数将近100桌，比去年加80桌。除了有好料的汤好食，现场阁精彩表演会当欣赏。主办单位也准备丰富的毛彩品，要予大家抽奖。王辉雄理事长表示，其实敬老活动最主要就是要予即挂老同学、老朋友，大家聚集做伙食饭、开讲、联络感情。中华新闻也奉有新港采访报道。